中国握手采取方，火场与婆皮，如何看待今日世界的时局？天下大乱，群雄并起，不像三国演义，而像梁山水浒。这里我只想表一表花火场娄子深这个人物，一路应对市井泼皮，娄子深倒拔杨柳，何等有力！娄子深三拳打死镇关西，何等改气！美国与中国就是这等关系，只是让所需人有点担心，如今泼皮穿上铠甲，光鲜亮丽，不是当初的楼兰托夫、裁员红红耳。和中国交警必将趴下，泼皮早已闹上门去，撂下狠话，这是师门一贯的德行。街坊邻里早被吓得腿都打颤，不敢大声出气。好汉也不是当初威风凛凛的蹄下，有点力不从心。不要斗虚美国，那是自找苦气。一个好汉三个帮，据说巨石好汉也怕陷于孤立。各位看官，事到如今必有一时一火，有何高见速来听听。一伙花火场收起残障街道，一伙泼皮终将跪地求饶，鸟兽般散去。